我要求是有議員在場和記者在場。公眾地方你不介意得啦，我都不介意。我是執行影議員助理的職務，未問你，你不需要解釋，我重做做嘢得唔得？我冇話你犯法，我而家懷疑你犯法，明唔明白？我唔明白，我而家俾你手明白，我俾機會你解釋，我所以我咪同你解釋咯，傻。後面慢慢影，再見警察做嘢得唔得？班同事向前走。